看，Tony学长要结婚了耶！哎，时间过得好快哦。哎，你记不记得以前你都会经过教室门口，其实是想看学长。你痴呆哦！哎，黄美珍，你要去练团了？对啦。就跟你说那不会赚钱，那每天在干嘛？奇怪哎，你。哎，我在跟你讲话。喂，美珍啊，吃饭了没啊？在家吃啊。你又吃泡面哦？没有啦，妈你打来干嘛？就怕你吃的不好啊，我叫哥哥拿一些我做的小菜回去给你啦。你在台北哦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不要常常吃泡面。最近台北冷不冷啊？你都穿得够暖吗？多不舒服啊。你干嘛打我前男友啊？他都劈腿分手了，还在那边纠缠你。我跟他都已经分手了，还能怎样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以后你们的事我都不管了。谁伸过来？啊，小力一点啊！不会打架，出什么风头啊？活该啊！宝贝，是我啦！你在这边干嘛啦？因为下班啦、啊，怕你一个人回家会害怕、啊。你在这边才可怕啦！好烦哦，我什么都发不动啊！小姐，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我车子发不动啊！你是不是赶时间去表演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表演啊？因为你是黄美珍，我很喜欢你的歌。告诉我什么是爱，告诉我什么是爱。来吧 ，Come on， 上车，上车。谢谢。好，星巴克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很好吃。哎，美珍，你怎么了？我就没胃口。啊，那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压力比较大。不然想干什么？我们陪你。我想要唱歌。宝贝，你打了你都没有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没事。哇，烫成这样还说没事？以后不要逞强啊，直接打给我，知不知道？我怕你被骂。傻瓜，我生病的时候你还不是一样这样照顾？喂，你出差还顺利吗？顺利啊，怎么啦？没有啦，就是大家今天好像都忘记我的生日。Surprise！ 哎，美珍，你怎么了？我一看到讯息就来了，是不是泰山他劈腿？我帮你揍他，是不是？那到底是什么啊？我要发片了！哈？你要发片了？对，我要发片了。发片，是的，发片，没有错。才有一句惊叹，告诉我什么是爱。